我们被尿。然后我现在要去志明家睡觉，因为超恶心，我不知道我手中背有的都是红肿的跳蚤，有没有一颗一颗的？因为以为是猫咪的跳蚤，结果已经帮猫咪点跳蚤，又还是这样。我身上其实也是，就是肚子啊这边啊，手这边脚啊都是红红的。我现在到志明这边，你有看到一颗一颗吗？三甲，你想要进去这个充满尘螨的房间是不是？你去。我们要处理这间房间。你走，三甲。来这里吃。露露已经点完跳蚤药，他点在后面颈后的这一块。你要干嘛？越来越近。你在干嘛？太近了啦！就是他也点在颈后那边，就是点完之后就是不能摸那块，要等他就是渗透，不然你那个会黏黏的粘在手上。点跳蚤药的猫，来进去啊！好，进去，进去，进去。进去干嘛？你要干嘛？真假？然后跳蚤药每只的那个体重不一样，就是要点不同剂量的跳蚤药。像三角比较重，然后跟阿玛一样也蛮重的，所以他们应该是一样。所以我妈就是会点另外一种跳蚤药。你现在去哪里？翻山越岭哎，小姐。阿玛傻眼，阿玛的位置都被抢走了。我昨天晚上在这间房间啊，我一进来哦，我原本在那边都好好的，我一进来这房间，我全身就开始，就是手啊、身体啊，这各处背、脖子、肩膀就开始一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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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红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了？因为我们前一天还想说是不是跳蚤，然后我们就是还帮猫咪全部点了跳蚤药，然后还喷一下跳蚤的东西。这边呢、啊，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些娃娃或是枕头很容易积灰尘，然后还有这个，比如说这个也是很多尘螨的东西。因为之前有一次就是晚上尿了我那个被子，然后那个被子整个拿去洗嘛，所以我就把橱柜里很久没用的这一条黑色的毯子拿出来用，然后志明就说应该是这个东西上面充满了尘螨。因为这边也很多堆了很多就是没有拿出来用的枕头被子，等一下就是要全部拿去送洗，然后再回来，然后这间晚上要做那个除螨处理，然后看等一下会不会比较好。这条就是之前被尿的那条，臭臭头鱼，臭扑鼻，臭扑鼻。我有些衣服很久都没穿，等等，这很久没穿，你还要送洗吗？还是是要？这个是我之前买的伊藤润二的衣服。突然变断舍离，我觉得要顺便断舍离吗？这个是毛绒，就是要洗的那个。应该说这个柜子里面都要那个部分。都是枕头也送洗啊，水洗枕。这个被子啊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什么？这个是之前我车子被撞，然后我车牌掉下来那个牌子。你留这个干嘛？有纪念价值哎，你的车手都会被撞啊。这个我们可以自己洗、啊，好的，这可以自己洗。哇，它都裂的乱七八糟哎、欸！你看，这不行啊！我真的是很舍不得丢东西，你们今天一次叫我丢那么多东西会难过，你知道吗？你好多、哦，嗯，啊，还有这个、啊，还有这个，这是最多尘螨的。这个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为什么还有一个套子？这是套子吗？我不知道，就是它有一点起毛球，有时候也会这样掉一块，掉一块。要留吗？啊，它去了。我们就要把这些拿去送洗，然后等晚上的除尘螨大队。柚子在干嘛？掉。这边。比较没那么乱吧，但是有需要送洗吗？接下来要处理地上这些了。哦，我刚刚去看了皮肤科了，他说
不是跳蚤，也不是什么什么虫什么什么的，对，都是荨麻疹。多年前有一次去泰国的时候，然后那时候泰国，你那次就是整个过敏发作。我那时候去泰国就是喝了一个什么海鲜酸辣汤，然后我就整个人痒到好痛苦。对，你那时候，所以你那时候其实就是荨麻疹哎。其实这边应该没跳蚤，嗯，这边还是帮他点了跳蚤药了。对啊，因为本来也差不多该点的啦。对，他们都点了跳蚤药，然后等一下会有那个除尘除尘螨的，对对对。那这样可能也不是尘螨的，但没关系啊，因为那个本来就也可以趁着这个机会清一下。但是我觉得重点就是荨麻疹，就是有可能就是你的抵抗力弱，或者是你过敏，吃到过敏的东西的时候都有可能发生。我们来看他们除螨。还是黑黑的哦，对，所以这应该没有到很脏的。这个其实您这个还看得到底，其实还就还好了。对，有些是深色，是不是？有些看不到底。这边在烘干，所以我今天要睡外面。我已经铺好了床垫，只有三角。第一个来啊，嗯，你要干嘛？就这样。然后我手上现在也擦一堆药了，希望等一下会好一点。来铺床单，够他。够床，两张单床太大了，等脚具过一下。你脚啊，你有在凑热闹是不是？我们被尿，靠，谁啦？柚子这边哦，他直接穿，我靠，新鲜的尿，我的天，扯哦！三角你都不阻止他。到底是谁？晚餐不会是你吧？你干嘛？放手啊！真是哦。干嘛？你的位置被抢了，不要闻。他会玩呢，好可爱哦！战斗分子。